We all live in a digital world. We all need it to be open and safe. We all want to trust. And to be trusted. We all despise control. And desire freedom. We are all united. Chris, I think it's over to you now. I thank you very much. Azali, I was waiting for a cue, but I'm here I am. 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Chris Despain.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 Chris Despain。我今天是这次讨论的主持人，非常欢迎大家参加这次网络信任的问题，建设网络的安全性，保证数字空间的安全。我们今天要谈到的几个问题如下，网络的数字密码保护隐私还有安全性。在11月份的时候准备了今天的峰会的一些会谈内容，下面我请第一位发言人把总结一下我们11月份开的准备会的一些内容，然后我将请 Only Verdi 能够接着主持我们的讨论会，然后我们再向大家公报一下我们的讨论结果和报告。Josephine Ballon 会给我们谈一些更多的这方面，鼓励大家积极参加这次的会谈。我们的讨论是有一个公开的会谈，我们要谈到的是很多的线上发展的趋势，以便更好的建立各方面的利益，建立很好的网络信任。那么 EGF 的作用到底将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我们会尽量回答这些问题，这些问题会还会在现场产生。那么现在我们就开始，我们有90分钟的时间，再一次衷心的欢迎大家参加我们这次的讨论。Sheeta Umar 现在给我们说一下今年11月份准备大会的一个报告。我非常高兴，我们很多的今天线上线下在最后一天EGF 2021的科大会次会谈，我的目的是希望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准备大会上都遇到的哪些挑战，我们说到的是哪些建议给大家。我的目的是总结一下一直来的谈到的网络空间的犯罪安全等等，我就想把这些我们的建议能够给大家汇报一下。下面我们准备的东西我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说关系到互相合作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主要议题，为了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合作和各个相关机构，包括社会组织机构、政府机构和私营机构，我想让大家知道的是，已经我们在存在的一些政治倾向，并不是完全和我们现在的需求相符合。那么，对我们来说，我们认为需要的是更好的合作，尤其是各方面的专家，在网络安全的专家的合作。在这也需要的是志愿者的参与，让我们能够有更多的能力保护我们的网络空间的安全，尤其是在这些网络团体当中还没有非常好的可能性，当地的一些社会团体呢并没有能力，他们可以积极的参与，然后各方面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我们第一个得出的结论，需要更好的各方面的合作。如果说要有新的标准，如果要推行新的标准，需要更好的大家的积极的
持续的努力来讨论，探讨如何更好的在什么情况下基础上能够遵守网络的安全的标准，哪些标准可以被联合国的一些机构认可。那么这些十一个标准关于网络安全的，我们现在在谈的联合国提出的建议，也说到在今天的讨论当中 EGF 2021，我们可以集中精力在谈到已经确认的共识的一些标准可以得到实施。我们也考虑到一个最好的推广的一个方案，能够我们在关于网络的犯罪需要的技术上的支持，也需要政治方面的关注。那么在这方面需要多方面的大家的参与，社会团体和，而且同时我们还应该记住，我们并不是需要把言论自由给它控制。我们同时也说到信息的交换必须更加的有效，我们还需要更加的改进创新我们的整个过程，来互相提供帮助。我们要找到新的方法能够对应对网络的犯罪，使他们不能够影响到使用者的一些权益。这些就是我们得出的一些这些我们的结论，就是在我们十一月的准备大会上提出的。那么我们应对的挑战是什么呢？我们提到在非洲国家，我们就必须面对更多的不同的挑战，一直还是和一些和基建的问题，没有政治方面的意向和支持，能够投入更多的资源，而且呢还远远不够的大家的积极参与，社会的各个团体和角度，这些问题我们都需要在高层次继续交谈和交换意见。那么还有其他的挑战，就是没有一定的预算能够使得保证网络的安全。我们也说到建一个新的关于中小型企业有更多的能力支持网络的安全。我们还有一些新的威胁，在有其他国家的一些国家的安全，我们还遇到的挑战和威胁都是关于数字的数据的流通交换和国家之间的交换，国际之间的交换。所以这些问题我们都提到过，所以谈到了很多数字的密码和锁定。但是中小型企业他们的在技术公司，他们经常会成为网络犯罪的攻击对象，所以我们应该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能使得中小型企业的得到一定的保护。我们谈到网络安全和新的标准和合作的方法和资源应该积极的创造出来。如果这些新的资源提到新的资源，我们就是说一定要提供更多的训练，更多的导师可以给大家介绍，在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层次和部门，利用现有的一些条件来应对这些挑战。我们需要共同的一起探讨关于网络的密码限制和设置。我们需要的是更加准确的和精细的会谈。如果谈到实施新的高新科技和解决方案，那我们说的方案就是要减少我们需要在
国际标准的推广需要做更多的培训和投入。我开始就说这么多，我想听大家其他有什么发言，其他的发言人有什么有什么看法。 Sheeter， 非常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的这个结论。我想我们还会回到你，希望你请一下提出一些评论，希望你不要离开我们，跟我们在一起，不要离开太远。现在我们想讨论这个重要的一些趋势。首先是 Henri Verdier 演讲，想跟我们介绍这个目前所发生的一些重要的一些趋势。这是讲中文。大家好。或者是晚上好，看你们所在的地方。我想特别问候德克萨斯州的朋友们，我知道他那边是凌晨三点钟，所以佩服他们，也是问候各位翻译，这是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些活动当中，对吧？我们发文的一些人可以共存，对吧？我非常高兴今天可以用母语法语那边谈话，也谢谢欢迎我参加今天的个论坛。我们从简单的一个想法，从理想开始，对吧？互联网。因为是分散的，因为是自由的吧，开放的吧，引起前所未有的一个创新啊，聚集的一个思想理念的吧，官方的公布一些报告的吧，促进这个经济的发展。我们面临着一些问题，一些困难需要得到解决。我相信我们法国、欧洲啊，很多我们的朋友啊，我们应该能够找到一些反遵守三十年前的这个原则。我们不应该脱离最初步的这个模式，确实相反的吧。这些我们所面临着危机，重要的是分三类或者是四类。第一。这个是失去平衡，一个是很大的一个艰辛，因为有一些国家、有一些地方的吧，他们垄断这个AI， 上一些密码的吧，所有的其他的国家都是在后面的吧，这个不能是坚持下去的吧，不能永久的吧。第二个是分级化。有些人用的这个数据啊，一些电脑的吧，是作为一个当成像武器一样的吧。所以我们现在是网络安全的吧，数码安全的吧，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一些有关的偏激，有些当然也有一些犯罪分子，但是甚至也有一些当局一些政府当局的吧，都是带有负面的一些影响的吧。我们可以看到的吧，这些有些公司、有些企业的一些作为的吧，也是往这个方向里面去发展的吧。所以我们也是要主教的吧，是有这个外界的一些因素的吧，不仅是在工业方面的吧存在的问题，我们逐渐的一个这些问题要去解决，对吧？所以我提到的是除了三个，还有第四个问题吧。因为如果一个国家是中央的一个当局、一个政府的吧，一个非常非民主的一些措施，采取一些措施解决问题，对吧？这个是自己本身造成是第四个问题，对吧？所以我们要面临着要解答存在的三个问题，我们不能顺便创造的第四个问题。法国也是积极参与的吧，非常决心的一个参与的吧，那这些问题的吧，马克龙总统啊，这些上任以来他是站在这样的一个立场上面，在索尔波纳大学那边演讲的时候啊，提到的话，欧洲应该设定数字化的一个框架，不要去模仿这些数码这个强者，或者更加不能受他们的一些影响。我们欧盟是非常有需要的吧。
每个国家都需要欧盟。我们要根据有这个法律框架，可以指令新的一条路。这些个呢，利益有方设定这个立法机构的吧，设定这个法律框架，这些框架应该给予大家一些希望。我们大家都希望，因为有些大数据的一些企业、一些公司会帮助我们。如果没有帮助，我们也可以克服这些功能。所以我们共同现在正在寻找，跟各方的一些机构啊，一些企业的，我们正在需要的吧，寻找一些多方的一些合作的一些平台的吧，一些机会的吧。在我们当中，现在你们也有很多个人或者是一些机构的吧，也是参与这样的一些那东西。三周前我们也是设定这样的一个多方的组织的吧。有80多个国家参与的吧，最近美国也是参与的吧，很多一些社会组织，我们正在共同要去设定一个持续性的一个安全的框架。我非常高兴的看到的大的一些企业团体、工业团体或者是科技团体的吧，他们都是愿意参与，他们都是公正的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的吧，但是不是十全十美的吧，我们要增加一些力的吧，每个企业都是需要设定一些在互联网方面的吧一个良好的规范，增加他们的一个规模影响力的吧。所有的一些缺缺的吧，用来法律框架来弥补。所以有很多一些步骤啊，是会带我们的这个网络更加可行。我们在巴黎条约里面现在正在做这样的一些工作，有6个小组的吧，几个星期以前的吧，就是公布了他们的初步的一些报告。那我们现在向联合国内部的吧设定一个小组的吧，让联合国可以欢迎所有的有利益方可以参与这样的一些工作的，然后把这个我们的巩固的一些原则的吧来实施在网络里边的吧。已经许多国家已经推荐了这样的一些方式，要开始是这些政策开始实施的吧。我相信在下一届的这个联合国的一些会议上面的吧可以公布的吧。我们在 Christchurch 新西兰的这个庙被袭击的，恐怖分子被袭击的吧，很多国家很多一些企业来研究如何从网络里边消除这样的一些推广恐怖分子活动的一些行为信息内容，但是同时要遵守网络的一些自由的。让设计大家都有一个法律一个责任感，一个机制，这个是通过民主的透明的一些方式，设定一些大家都可以遵守的一些原则的吧。这就是一些手段，我们可以防控或者是消除一些公共恐怖分子活动的一些信息内容。我们另外是加信息的，这个就根本不用是说的，我们也是支持所有的一些无边界的记者的这个组织的吧，他们的一些想法的和一些活动，因为确实是有需要的吧，从假的一些账号假的一些信息的吧，来解锁的吧，来封闭这些真正的一些信息，一定要有一定的一个价值。记者应该是独立的，无论是从政治因素还是从金融方面的吧，应该是比较自由的吧，不能是有任何一些污点在上面。
这样子是任何一些假信息的不会与他竞争，对吧？但是我可以说的很多，很长时间，对吧？但是我也很想听听大家的一些建议。最终，我想说，如果我们要确实设定这些法律框架，而且是法律框架必须遵守的这个法治国家的一些原则，对吧？那么我们必须是得知道吧，因为我们是生活在一个一定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法律框架之下的吧，对企业对机构的吧，有些法律框架我们对这个是不太理解的吧，往往都是这个文章太复杂，太复杂的很难理解的吧，所以我们也是推荐是要引起一个合作，一个新的一个开放的一个项目的吧，我附上的一个链接，让我们大家组织协会企业大学研究员的吧，要发扬一个法律的一些规范一些原则的吧，大家都是理解大家都明白的吧，而且是通过这样的明白才企业当中可以实施或者怎么样子，那么我们也要研究如何来去制造把这些法律的一些手段工序对吧，如何起来去造的吧，那我们这有关的一些合同我现在有上百个的吧，我们要上千个的吧，做一些保养可以发扬良好的一些模式，那我们现在也是一个网络的一个群体的吧，可以参与的吧，这个不是说要寻找一些黑暗的吧，不是要偏见的吧，我相信我们可以像多这么多年以来的吧遵守这些公共的一些原则，谢谢大家。非常感谢非常感谢你提供给我们的这个链接，我相信大家都会这个会议之后的会用上。接下来 Craig Jones 他是国际警察数码犯罪的这个负责人对吧， Craig 你们从国际警察那边是如何来看待你的那个好像是你被没有开通的吧，这个视频没有开通的吧，但我建议是可以看到，现在可以看到您。目前的情况的吧，地方的或者全球的吧，从我们国际警察那边看待的吧，我们可以注意到的吧，有确实是存在的一些问题的吧，涉及到连接各方面的吧，我们注意到了一个变化的吧，这个变化当中的是有越来越多的一些攻击，这个攻击比如说一些基础网络的吧，对通信结构啊，对医院这个是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对吧，我们在这个论坛上当中这次论坛我们已经谈过的吧，那比较多的吧，但是我们也看到的吧，这个是全球性的一个影响，规模是非常大的，而且是所有的195个国家联合国的成员对吧，都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对吧，现在在疫情影响之下的吧，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这个数码犯罪是都一些诈骗有各种各样的用一些软件的吧，一些密码的吧可以骗取财富的吧，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危机的吧，譬如有越来越规模或者是辐射面越来越多的吧，犯罪分子的也是利用这个社会基本的一些需求的吧，以及是疫情所带来的一些担忧
利用这样的一些心理的一些影响的吧。因此从去年的三月份的吧，这样的攻击也比较多，而且他们的目标是要尽量大的一些破坏，以及是对犯罪分子更多的一个收入来源的吧。都是要求一些付款的吧，一些都是很有高利润的一些犯罪活动的吧。所以这样的一些攻击背后重要的是一些想要得到财富，数码的一些恐怖活动的吧，特别是疫情爆发以后，我们注意到了吧，这些犯罪分子效率提高的吧，他们采用一些新的一些技术，新的一些手段，公共用户的吧还不认识，不知道的吧，所以在欧洲，在非洲，在东南亚的吧，都发生的这一类的一些东西，现在已经是没有受地区的一些限制的吧，数字犯罪用这个黑网络互联网的吧，在那边可以获得的吧一些无法跟踪的吧，这个地址 IP 地址的吧，利用各种各样的一些密码的一些程序的吧，来消除一些犯罪的一些活动的痕迹，这个都是和增加，所以寻找他们增加一个难度，也是很难给他们给予一些有关的一些惩罚的吧。所以我们国际警察现在也是在这方面的做很大的一个研究的吧，我们现在也是设定的一个工作专门的工作小组的吧，这个全球数字防控的一个小组的吧。所以我们进行在2021年的吧，我们也是公布的一个报告的关于攻击数码攻击的一些现象的吧，特别是像非洲，我们注意到了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个协调的一个机制的吧。大家知道的，国际警察是一个不受影响的吧，一个国家的吧，我们创造很多一些平台可以帮助沟通和交流，帮助各个国家的吧可以依法寻找这个帮助的吧，和依法制裁的一些犯罪分子吧。所以有很多一些法律框架的吧，大家都要遵守的吧，可以创造一个平台可以合作的吧。有些危机是一些地方的吧，有些是跨境的吧，需要采取一些多方的一些参与的吧，国际组织的吧，非政府组织或者是一些社会群体的吧，应该有明确的一个反馈，可以更有效的吧。保护自己的资产或者是生命，因为这样的一些网络互联网的一些犯罪分子会危及他们的吧。那么不仅是要追捕的这样的一些人员的吧，但是同时也要对整个一个机制的犯罪机制的吧，影响他们的，所以我们必须是知道的吧，在这个互联网发生什么样的一些东西，有什么样的一些攻击的一些手段，也什么样的机制的吧，不仅是在地方，也是在全球的吧，收集有关的一些信息的，同时我们也要知道的吧，我们要依法办事。因此我们要像国际警察，我们要跟国际组织跟私人的一些机构企业进行合作的吧，我们国工作的吧必须是要依靠各大家的一个共同的一个信任，而可以有效的抵抗这些危机。好，我非常高兴的，我看到的你现在在卡头一次，非常高兴你到了这个目的地，非常感谢你这个演讲的吧，过一会儿你还会有机会回答有关的问题。那么接下来下一个人员的吧，我们会谈到具体的一些案例的吧。
Joseph Balong 现在给我们准备了幻灯，给大家放一下。我准备的这个演讲是说的是关于非常明确的一个题目。这是我们主要是说的这些网络受害者、被侵害者的一些情况的。我们的题目是 Hate Aid， 我们 Hate Aid 呢就是。我是一个主要的负责人，我们目的是为了帮助网络受害者，帮助他们咨询，给他们支持在情绪方面和而且给他们咨询一些网络安全的一些问题。我们的咨询范围还包括哪些私人的数据可以在网络上公开，而哪些数据不能公开，在这个时代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尤其是在我们的社交媒体网站上，我们帮助我们的受害者，让他们能够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应对，将来如何能够防止这些具体的情况发生，在具体的时段是，我们也非常关注在最惩罚追踪犯罪人的一些情况，利用各种数字和网络空间，能够保证网络的安全。我们还提供法律方面的帮助，为我们的网络的受害者，让他们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尤其是他们的一些真正的问题。我们是在网络上，我们代表他们的我们是他们的代理人。我们这个机构是像我们这样的机构并不是特别的需要，尤其是一开始的时候，成立的时候三年以前在德国成立，我们在德国现在已经帮助了1500多受害人，而且还有150人，尤其是还有在一些经济方面的支持，尤其是在网络的一些法律案件的诉讼。为什么我们的重要的作用起到了？为什么我们需要呢？这是一个非常的简单的问题和可以简单的回答。现在网络和社会媒体很多的事情在发生，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歧视，很多的仇恨。包括记者和一些网络积极的媒体人，他们都会被攻击，尤其是年轻的一些妇女，年轻的人被攻击，这些私人的数据被利用来不符合法律的方式在使用，为了让这些人受到一些威胁、一些恐惧和。那么这些网络的受害者被网络地址或者自己的地址被公开，那么他们就不可能住在自己的地方，他们不感到安全，尤其是可能受到潜在的一些攻击，除了在网络上以外，实际上有现实的攻击。所以我想这些情况或者事例都是非常具体的，我们就帮助这些向我们提出请求帮助的人，尤其是有一些被排除在社会群体之外的一些小团体向我们提出的帮助。经常会有些事情是关于一些都在支持网络的民主的一些言论，他们也会受到网络的攻击。我们也说到一些政府官员和政治家还有记者都会受到攻击。我们应该有意识在做调查，欧洲调查的时候，我们发现有60%的网络使用者都已经受到网络的攻击和暴力。那么在年轻人当中，有91%的18岁到35岁的年轻人受到攻击，那么这些都会成为受害者，网络的攻击的受害者。有50%的成为，尤其是非常
非常强力的一些网力暴露。我们发现这种网络的暴力和歧视都是非常普遍的。我们经常在网络上会发现这些网络的侵害和攻击伤害，它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那么在这些人在提供这些暴力和网络侵害的人并不是特别多，但是他们的影响是非常广泛的。我们做了很多的调研在这方面，我们发现在脸书上只有5%的使用者发出了50%的一些负面的一些信息，相当于一些网络的暴力和歧视。我们也在德国做了一些调查，那么发现有4000多条的评论，在我们的选举当中有4000多条的评论，这些歧视都是针对这些政治家的。所有的这些评论都是只有200个账户发表了4000多条的这些侵害的言论。政治家知道他们的事情受到侵害，他们不知道如何反应，其他人只是在观看，只在围观，他们是见证人，但是他们并不发言，不发表自己的言论，在公共场合谈出自己的看法。他们现在开始害怕现在产生的这一些事情，但是我们发现人已经在改变，他们不愿意参加一些公共的讨论。我们也观察到，我们有很小的一部分人是非常的使用者，是非常的有攻击性，他们非常的在网上积极的攻击一些目标。其他的大部分的网上使用者，他们都在沉默，他们牵涉到网络的自由和民主都受到了影响。我们应该考虑的是，网络是一个公共的安全的空间，是给两方面的讨论人都必须要保证参加这方面讨论，是保证安全。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的机构就发挥了作用。我们必须保证网络的使用者他们有权利发表他们的言论，尤其是在一些突然的情况下发生一些事情，我们一定会一直帮助他们，让他们如何用直接的方式来使用网络。我们的帮助也是希望是长期的一个规划。我们发现很多人经常会成为，有些人会成为攻击的一些目标。这些情况并不是一次性的，以后不会发生。那么我们就会帮助他们，让他们准备好今后的一些被侵害和攻击。我们有一个特别的机构和单位，就是负责专门的网络犯罪，会提供一些法律的咨询，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社会团体需要每一个使用者都可能受到一些帮助。那么我们现在都和公共媒体进行一些交流，我们都做成了哪些事情，那么我们的意识是否都能够知道有这样的机构，像我们这样的机构是有的，而且随时可以提供帮助，如果需要的话。我们也和积极和一些政权机构、警察机构和法院机构和公证机构，让他们的受害者可以能够积极的联系，让他们睁开眼睛看一下受害者的情况有多么的困难。当然，我也很愿意在以后的论坛当中发言。那么从我现在就是这么多一些开始的一些我的观点。那么我会关注下面的一些会谈，下面我们走到下一步，请俄罗斯的代表来谈一下。非常感谢这个简单的一些开始。就是我所代表的吧，一个组织的吧 ，Amnesty Tech， 这是一个多领域的一个小组的吧。
这里参与的有一些负责技术啊，一些人权的一些研究员对吧？律师，等等一系列的一些领域对吧？专家都参加的吧？我们目前说，工作的吧，就是有官方的记者参与的吧？等一下我会介绍一个 Pegasus 一个项目，但是先总和的一个介绍的吧。那么我们开始Amnesty International 估计和其他的一些非政府组织研究员的吧学者注意到的有一个需求需要讨论。在缺乏一定的一个透明性的吧，就是要进行这个数字空间的吧一个监管监督。所以我们在这个领域上面的，我们要跟多方进行合作的吧。这里是包括这个非政府组织、技术公司、一些黑客的一些小组。我们在七月份，我们呢，建立以八十名记者，来自于17个媒体组织，我们的重要的一个网络安全实验室的吧，它的所在地是德国柏林，我们进行一个研究如何。各个国家利用数字的监控措施，其中包括 Pegasus 这个软件。我们发生这个机制监控的一些机制的吧，都是非受任何监管的吧，影响到违反人权的吧，也是有本身的一些身体上面的一些危机的吧，这些手段都是频繁的是使用的吧，往往都是为了国内的安全的失去一定的一些平衡的吧。Pegasus 这样的一些软件，如果是被安装的吧，在各位的移动一些机制或者是电脑上面的吧，攻击方可以完全接受控制邮箱啊、这个视频摄像头麦克风，可以全部都是由它来控制的吧。因此，这些记者、律师、世界各地的一些积极分子的都会受到的吧这样的攻击的一个影响。我们也是看到已经有200多名记者来自20多个国家的吧，数十的吧这个政治界的吧，就没有一个人可以有一个感觉安全的吧，每一个人都可以受到成为这样的一个软件的一个攻击的一个目标。但是缺乏时间，我可以更详细介绍的。但是我在这里，要这来自墨西哥的记者的吧，他是2018年受到这个软件的一个攻击，有40多名印度的这个记者也是受到同样的一个攻击的一个影响的吧。这是跟大的一些集团的吧，进行媒体集团的吧，包括 CNN、纽约时报等等进行合作的吧，发现这样的一些痕迹的吧，我们收到越来越多的一些报告、一些信息的吧，都有人民的吧，就是他们有收到的这样的一些攻击的吧，他们的人权的吧受到影响的，受到破坏。有很多一些巴勒斯坦一系列卡萨克等等一些国家的这样的一些人士。那么我们在做什么对吧，就是做一些系统化的攻击条件之下的吧，有这样的一个系统化的攻击这个社会公民社会对吧。我们想要研究
这样的一些攻击有多大的影响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因为这个不仅仅是影响我们的隐私的一个隐私权，我们所研究的一些案例涉及到监控的一些软件，它是连接一个隐私权，但是同时是也是危害其他的一些人的一些权益和自由的吧，基本的是一个言语自由的吧，生命自由的吧，安全感的一个权利。我们受到的这样的一个攻击的也是它的影响，也心理作用是非常大的吧，这是一种危机感的吧。都是会有在背后有一个就是要求的这样的一个人员的保持沉默一段时间几个月的吧，所以这个也是更广泛的影响到这个公民社会的一个基本的原则的吧。我们进行的一个调查的吧，这样的一些监控的一些软件的吧，是一个主要的一些工具，是网络犯罪分子喜欢使用的吧，为了公民社会失去平衡的吧，所以重要的是一些积极分子反对派的吧，人员的吧，记者，他们是成为这样的软件的攻击的一个目标。那么关于这样的一些技术的出口或者是销售，必须是受到的一些法律的一些约束，一些限制的吧，要在设定一些国际管理，更好的跟十全十美的一些更十美的一些法律，跨境的吧，涉及到就是这样的一些软件的吧，这样的技术的一些不仅是出口，这样的一些买卖。谢谢。谢谢你的演讲。我相信当然我们可以回到这些主题在今天的对话的吧，当然我相信我花五个小时也会不够的吧。那么接下来我想请接下来的发言者主要的要想回答两个问题，因为我们时间不多，我希望最后我们留住一些时间是观众可以提问题。那么接下来我提的这个问题不是一定的一个是先后一个程序的吧，我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可以改善或者加速这些安全的一些管理可以实施的吧。第二个问题是我们怎么知道的吧，现在目前的所用的机制的吧，有效的抵抗这样的一些数字网络的一个犯罪，因为我有的时候是我们想的吧，可能是对数字犯罪的应该是改变态度，是不是要改变，我想要听听大家的一些建议，然后是我想保证我们最后留着一些时间可以自由问答。感谢 Chris， 我明白我们现在需要考虑的是，在我们近期我们能为做哪些事情，尤其是推广一些国际的一些标准和准则。我们所有的人都非常感激联合国做的这些努力，我们不管是说的 UNGG 会谈，还是公开的一些讨论，包括我们的发展的
发展线地图线，我们想联合国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那么在中心的目的是为了网络的安全，那么我们到现在为什么还没有能够做一些非常有结果的一些国际的准则和标准？我们都说大家都需要一个自愿的标准，但是我想我们现在还更需要看一下责任和结果，尤其是这些网络攻击者或者侵犯者的结果，这些如果是自愿的和比较没有原则的，他不可能让他们有更多的规则能够遵守。那么对于我们的这次 EGF 峰会和 EGF 的例会，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一个网络安全会谈的一个地方。那么在联合国的会谈上、峰会上，有各个国家的政治的一些代表，还有MAG 的专家和代表，他们有很有权威的一些信心和技术，那么各个国家的代表应该讲更有权来代表他们的意见。这个峰会可以成为一个更加好的地方，让大家能够推广都被遵守的一个标准。刚才我们已经提出的问题，我们如何获得成功？如果说我们有标准可以来推行实施的话，我们就可以发现我们的成功在获得。当然我们一定要首先确认我们成功的指数用什么来测量衡量。当然我是还可以说到其他的范畴，我非常感兴趣刚才听到关于国际人权组织的非常有积极的工作、有价值的工作。我们现在知道在社会媒体、社交媒体上都在做些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在两分当中说一些这些事情，但是后面我可以积极参加这个讨论，可能再后一会儿。非常可惜时间管理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工作。我想你的刚才的评论并不可以把事情提出来，然后没有一个后面的没有一个后面的结论，这是有点一个这是一个一个笑话。我现在请Bart Brutus 给大家发言，作为一个主要的协调者和谈判者，我是关于网络安全法律制定的一个专家。我们现在已经在密斯欧盟的最近的有一个建议，对于产品和电子产品和电子软件、电子一些软件，是有关于网络安全的一个法案。我想非常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考虑一下是谁使用者来在这种条件下，谁在后面指使。Josephine 刚才提到一种混合的工具，可以说多方面的工具、复杂的工具，可以使得网络间谍用不同的方式来提供网络的一些间谍和攻击。我们现在谈到更多的是提供新的标准、创造性的标准。
但是我们感到惊讶的是，某国的政府说了关于自己的一些想法，他就把这些推到网上。我们说，我们反对某个国家，但是这会让网络形成一种愤怒。在欧洲，我们在此时可以有新的工具和手段。我们应该成为更重要的一个地理政治的一个参与者。我们不光要确认我们保证我们自己的网络安全，我们还应该在世界的政治地域上保证网络的安全。我现在还想提一个问题，我想一会儿问，一会儿回答会有时间。现在我们进入下一个议题。我们用什么方法能够保证开放的多方的网络的安全合作？如果我们没有公开透明的各个方面的参与者能够提供透明公正的一些平台，那么请 Anastasi 给大家发言。大家好，我非常高兴第二次可以在EGF 峰会上发言。我希望这种网络的这种参与可以能够获得大家的认可。如果说网络安全的标准已经有很多事情已经在做了，尤其是在国际的各个角落，是否我们有很多的知识确切能够推广在网络安全上，尤其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考虑到当地的一些社会团体和私营企业等等。我想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问题，用什么方法能够获得足够的知识，能够做怎么做，能够保证这些标准能够很好的实施，而且能够保证。那么我想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出现在好的一个种操作方式。我们一直具体在说网络安全受到威胁，在全世界的各个地区，我自己也是积极参与这些分析。我和一些调查者谈过，在美国、在俄罗斯、在欧洲，我就问了一些问题，是你们是否有这样的意识，已经存在的一些网络安全的标准，负责报告受到一些网络攻击的一些可能性。我和这些人经常谈到，他们根本没有这方面的一些意识，他们不只有这方面的知识，他不知道联合国在这方面有哪些作为。所以这也是我们 EGF 的作用，我们应该成为一个更加推广知识，让所有的参与者了解最近都发生了什么事。如果说这些准则的实施的话，在 EGF 有很多的讨论小论小组，他们都是在讨论如何帮助这些相关方面了解这些标准，它的标准是怎么形成的，如何能够在网络当中实施。这些讨论小组都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在这个讨论当中说到了很多美国的例子，美国有很多的好的建议，在欧盟也有很多事情发生，这些都被我们好好的分析，关于新的一些欧盟的指令和法规，在不同的地区，太平洋地区、亚洲，在这些地区的代表，他们都讨论他们都遇到哪些问题。最后我还想说提的是 EGF 的这些峰会上的这些论坛应该有一些更加实际的意义。
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应对这些网络安全的一些具体的操作措施？在这些峰会上，我们准备了一些游戏，对相关的感兴趣的一些方面，让他们能够学会用什么办法在里边进行操作。我非常感谢，我再想强调一下，EGF 峰会是个非常好的互相交流的不同的组织交流的一个平台。非常感谢 Anastasio。 好，接下来 Catherine 呢，请 Catherine 呢发话，请求开通那个麦克风。非常感谢 Chris。 我非常高兴能够发言，我好像是最后一个，但是基本上此次的这个非洲是说到最后一个。不要弄错了吧，你不是最后一个，后面还有人的那边。无所谓，这个无关紧要的吧。我要说的吧是关于这个标准，这个标准的影响可能是不够大，特别是如果是涉及到一些责任性或者是清算有关的一些机构，这个是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十分重要的一个事项。我刚才听赵飞信发话，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吧。像这个仇恨求救这样的组织的吧，他的工作我十分佩服，因为这个是对所有的人都非常重要的一个可以得到这样的需求帮助。我相信在未来会更方便的来依法追踪这样的一些数字化的或者网络犯罪化的，和让他们承担一定的一些赔偿。这个我相信我们的标准应该是有更加有约束性的，不是单独一个资源的吧。我们应该是更深入的去看待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已经有一个全球的一个机制，这个是不同的行业、不同的领域都利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网络，因此现在我们必须是保证或者确保这样的一个系统，大家都可以享受这个好处。而尽量避免这样的一些危机，对吧？这个是涉及到多方的一个参与，对吧？大家都要起草的一些良好的方案，让大家都可以遵守。当然，时间不多的，我就快说的是有两个态度啊。一方面的是有存在的一个文化，这个文化是活的，会变化的吧？我们生活当中的吧，我们也可以把它竖起来的，或者是稍微改造的吧。包括在我们的论坛里边的吧，我们进行一个对话，我们共同协商，然后可以起草一些良好的一些法案。但是同时也有一些在具体的一些地区里边，比如说在欧洲、在非洲、在太平洋地区，设定一些具体的一些法案，这些法案可以移动到其他的地区，这样的过程、这样的一个现象可以加速，这个可以是对是。相比之下的吧，跟每个地方都是要研发自己的一个方案，这个可以缩短这个时间。我就现在说到这里，我会认真的听大家所讲话，可能是我最后保留一个发言。好，谢谢。那么接下来Liesl France， 非常非常感谢。这个讨论非常积极的，非常有意义的吧？我不仅仅是说现在的今天，但是今天的这一次的论坛，我一直是非常认真的听，非常好的一些演讲、一些介绍的吧。那么回答第一个问题，我要说。
有一些内容可能会，有些人会感觉到惊讶。我特别是要说的，我们已经起草到一个公司，跟美国和俄罗斯的吧，这个是涉及到GGF 报告和设定一些标准的吧。这个强调的话，有一些标准的吧，目前已经得到一个确认的吧，都当然也是需要进一步的发展。但是各个国家的吧，已经也是有意识到的，需要跟其他的国家进行合作，不仅是在研发，但是在实施和进行沟通，跟其他的国家进行沟通，如何来这些标准来实施的，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什么样的一个方式的吧。那么有这样的一个表态，是做好准备迎接这样的一个合作，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良好的一个进展。我们往往对这个标准的吧本身和它的应用、它的事实的吧，我们往往都要改变一个态度、一个思想。但是我相信以后未来都是会看待是良好的一个做法、正确的一个步伐和方向。涉及到很多后面还要研发很多一些方案的吧。但是主要的一个良好的一个趋势，这就是我说的是两个大国家的现在已经达成协商达成一致的吧，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部分。美国的政府跟独立的一些机构、社会组织的吧进行合作，让这些标准可以设立更加好的吧。第二个问题，安全并不是一个比较明确的、是无视的一个状态，对吧？安全是我们要不断的追求的吧，一个平衡。当然也有一些指标的吧，来描述的吧。这个可以说明是我想目前，我们已经设定的一个环境是更加安全的吧。有关的一些参数，比如说有一个具体的一个国家是否已经采取一些努力，做出一些努力，为了设定一些立法工作的吧。立法工作涉及到这个网络犯罪这个内容，有没有一个国家考虑在他的国家的一个新法里面，对吧？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宽容网络犯罪？有没有有关的一些机制可以进行调查的吧？追踪和依法拘捕。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人的一个态度吧，我们有没有注意到的吧，这个犯罪群体的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第一个，是不是我们有能够观察这样的一个现象，那这个也是说明我们是比较在第一线，我们可以跟踪这样的一些世界所变化的一些趋势，对吧？当然我们要大家都记住，我们作为一个社会，我们也应该有这个责任的吧。这些标准不仅是事实，但是也是要大家都遵守的吧。我们如果发生违反这样的一些标准，发生一些网络犯罪，那么这是要有应该受到的吧，这个惩罚应该有一个机制，有效的可以处罚这样的一些危害者，对吧？像美国，不仅是对犯罪分子，但是对一些国家的那边违反有一些制裁啊，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代价，会面临着这样的一个，无论是个人还是有国家支持操纵的吧，一些东西，我们必须有一个一套这个惩罚的一些手段、一些工具吧。这个是我所注意到的，非常感谢Lisa。接下来我们会有一些问答，但是还有一个发言，我们也有一个在查的一些问题的吧。好，那么接下来让兰娜那边说两句。
我要说的，我曾经回答了一些问题。这是在论坛上面所提到的一些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是，是违反这个标准会受到什么样的一些后果？那么后果我们要去去要分两个，一个是对国家违反标准的一些后果、一些制裁，和对一些具体的个人或者是一些组织的吧。那么我们在这里要排列的一些根据这样的违反的一个所造成的后果是怎么样子的吧？是有一些巨大的，或者是非常严重的，或者是比较小的吧？有。国家支持的一些活动，还是由犯罪分子个人启发的吧？这个是我们要采取不同的一些措施，这个应该面临着不同的一些惩罚的吧？如果是有国家支持的、幕后支持的，这个是比较复杂的一个状况，但是我们也要公开的、要标明标台的吧？是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我也想提到。其他的一些工作的吧，涉及到这个有关的一些标准的，其中嘛，包括巴黎的这个协议，巴黎所签署的协议的吧，我们做一个全球互联网的稳定的一个小组，这些做的非常好的一些工作的吧。这也是在联合国之下的吧，这个做的非常重要的一些工作的吧，包括这个我们今天在这个论坛里边所谈的内容十分重要的。好，拉娜非常感谢，我们也十分重视这样的一些工作的，我们也是在这里对话的，也是希望就是得到一些非常务实的一些话题。好，我接下来我有几个人想要提问题，要反正但是接下来要。说跟我们观众在一起的，在卡托维茨这里，在这里也有群众可以提问题，对吧？现在我看到的有两位想要提问题，我们马上给他们这个机会，可以提出问题。我们在chat 那边，网络那边也有一些问题。好，谢谢。那么关于那个拉塔刚才所说的那一种有关的一些反馈的吧，我相信我们应该是进行调查，追查一些不法分子的吧，在他们的所在地，那么这个是需要得到国家与国家的一个合作的吧，这样的涉及到这个跨边界的一些这样的方式，在这里就是不是要驱逐出境的一些或者是追溯的吧，是应该是在本地得到当地的一些支持可以进行征收，这样的一些方式，比如说我们在非洲已经开始合作的吧，在我们的网站上面可以详细了解我们所执行的这样的一个项目的吧，有关的一些内容，但是这个是有关的这个法治的机构的吧，国家之间的应该加强合作。好，那么接下来的是有关的一些问题提问，希望这个回答也是比较不要很长的。拉塔非常说的非常准确的吧，应该是不要指责，用手指指责各方的吧，哎呀这个是有罪，我们应该公开的标明标台的吧，应该进行协商的吧，这个是往往有很多非常重要的是一个外交措施的吧，外交语言，不要就是一下子这个指责某某的吧，但所以需要设定一个法律的一个框架，设定一个有责任心的行为的是它的定义是什么，
所以我相信就是这样的一个讨论可以通过磋商通过对话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目标。说到这里，那么接下来的一些参与者的吧所提出的问题现在在卡托伊茨群众叫卢西安，非常感谢这些非常精彩的介绍的，我们听了很多关于我们的危机这敏感度的吧，我一直在等着想要听到的吧这个非法接受一些信息的吧，这些有一些有关的一些机构会国家的一些机构会非法切入或者是接受一些数据数据或者是信息。我相信在这个立场这个是不想直接回答一下子回答这个问题，可能是我看了有几个问题Bart 说的是要回答这个是提的非常好的吧，问题非常好的。往往是说的吧是有一些人人担忧的一些趋势一些想法的吧，比如说一些国际的一些历程上那边，比如说在中国明确的表态的吧市场是被封闭的，对外资企业的是国家是非封闭的。那么在这里我们应该是采取一些努力的一些外交的一些手段进行讨论进行对话的吧，因为考虑中国有大量的一些侵犯的吧，就是知识产权的一些权益的吧，而同时是自己没有开放的吧，这个是对整个世界的未来不是特别好还好的吧。如果是监控的一些软件，像 Pegasus 这样的一些软件，比如说一系列的国家，它出口到其他的国家，到沙特阿拉伯、匈牙利、波兰等等。这些问题是需要我们进行讨论，就是在外交这个气氛之下的吧，是加大一些外交的一些压力的吧，我们不能忽略这样的一些现象，不能对这样的一些零天的一些攻击的一些现象这睁眼闭眼的吧，但是同时在这个领域上这个方式那边是很难建立一定的一些合作那么如果是有这样的一个临时的一个攻击我们不能排除的吧，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设定更好的一个民主的一些标准对吧，我们可以减少他们的作用更好的比较接下来阿纳斯塔西亚非常感谢。那么在这里我想补充几句的吧就刚才说的对说的吧是临时攻击这样的一个现象，我们作为一个全球的一个社会的吧，我们有一定的一个责任，我们应该对这样的一些攻击做出一些相应的一些反馈，但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应该是进行协调的吧，各个国家我们共同可以提高透明度整个一个程序的一个透明度的吧采取关于这样的一些攻击一些依据一些信息依据然后共同携手来抵抗这样的一些攻击，通过这样的一个做法的吧整个一个技术行业技术界不会在各个国家有采用不同的标准着重的一些法规的吧而是比较分散的或者是有一定的一些内部的矛盾。那么关于这个互联网的一些犯罪我们要强调
或者是检查我们的依法机构的吧，他们的能力和和权益，比如警察的一些中学的一些范围的，我们也要详细讨论。警察他的权利具备什么样的一些权利？那么是这样的，他们的一个权利也是一个国际级的，应该是公共的一个水平，对吧？好，非常感谢 Anastasia。那么接下来我们的远控的G3那个枢纽在那边好像也是有一些问题出现，对吧？非常感谢，感谢这个可以发言。互联网治理论坛的，是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可以分享我们的经验。我们的问题是关于青年。新一代的吧，他们往往是受到的这个互联网的一个犯罪的吧，以这个攻击。那么我相信这个互联网的一个治理，是不是特别是在社会媒体，就是陷害这些青年的吧。那么接下来谢谢这个问题，接下来一个问题也是在我们现场开头一次现场是提的，哈多尔哈瑟，我是从Nigeria到来，我的问题就是我想问专家，如何各国可以减少互联网的危机的吧，这些危机是由其他的国家政府当局的吧，幕后的吧，或者是支持的吧，这个是说明是一个国家对一个国家采取一个互联网的一些攻击的吧。谢谢这个问题，我相信在最终的一些评估会回答你这个问题的吧。那么接下来 Josephine。谢谢我，我想要说的吧是连接，前面我要说所说的连接第一个问题，所以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非常高兴大家也是表示愿意共同见面的吧，以大型的这些技术一些企业，一起在国际界的那边进行讨论。因为我们往往都不知道有谁来负责某一个什么行为一个动作，谁有什么样的一个职责，在具体的一个国家他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些职责，什么样的一些权利。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些挑战，那么我们也应该是得出一些全球性的一些法案。那么自动自立的一些标准的吧，内部的一些标准，无论是一些国家，这个是远远不够的吧。我们已经达到这样的一个境界，需要一个设定一些国际性的一些规定，国际性的一些标准。Catherine， 好，非常感谢 Chris。我在这里想表达回答前面的一些问题的吧和评论的吧。我相信UNGG 的吧这个努力和工作小组的吧，就是涉及到国家对某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支持的这样的一些互联网的一些攻击的吧。这就是一个平台，一些这东西是一个现象的这个技术是变成武器化的吧。那么在这个领域上面，在这个往这个方向，我们已经做了一些工作。基本的一些国际惯例已经
已经设定的吧，我们已经工作也是根据这个国际法的吧。那么现在如果是两国之间的引起有矛盾的吧，我们可以说是我们有关的一些手段、一些法律规定可以做的吧。当然，我们必须建立互相的一个信任，通过这样的方式，尽量减少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一种不信任的吧，不信任的一个系数。我们要提高这个全球性的一些合作，因为如果出现的是网络一些危机的吧，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不要有一些在我们的一个链条里边的没有任何一些一个国家一些弱点，让他们是感觉到自我感觉到是被排斥的吧。那么在达卡所提的问题的吧，互联网的这个犯罪有一定的利益，是可以比较容易挣钱的吧，这样的一个现象，这个是非常遗憾的，会孤立更多的一些群体的，更多的一些个人会对这个方向有兴趣的吧。同时特别是对在线的一些分攻击很少数的吧，都依法被处罚的吧。关于今年的吧，去年的在互联网的这个安全的吧，需要寻找一个平衡，好像信号中断的吧，听不到卡特琳呢。如果是提到卡特琳给我一个信号的，但是我估计是网络出现问题的吧，听不到。好，我就说到这里吧，这个没问题。现在就是我们还剩四分钟时间，我们没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按照我原来的计划。我想让每一位都可以积极发言，都可以说自己的总结。可惜我们现在没有那么多时间，所以我们就可以。我就这样说，最后的四分钟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自由发言，希望大家不要超过30秒钟，请大家可以积极参与。我感觉到 Russia 还想说几句。是的，我非常感谢。世界人权组织会启动一个长期的一个计划，就是关于儿童权益的网络权益。那么这个项目呢，可能明天会启动。我们会做很多的事情，能够保护儿童的权益、年轻人的权益在网上。重要的是，儿童和年轻人可以参加这些论坛。网络并不是说只是考虑儿童或者是年轻人，当然也有一些Facebook 的 Twitter 等这些社交媒体，还有其他的一些软件。我想这些软件都不是为了儿童和年轻人考虑的。那么作为年轻的一代，他们也应该被邀请参加这些讨论，如何能够保护他们线上的权益。这个宣传的活动应该邀请年轻人参与。还有一个最后的总结性的意见，我说的是非常有趣的是听到大家提到关于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组织的一些网络攻击。我想强调的是，经常情况是这样的，国家把一些科技公司投入到或者使他们能够有机会来进行这些操作。那么我们应该积极的努力让国际的法规规则
能够防止网络的监控，非常感谢。But你也有三十秒钟时间。我们已经成功的在八种情况下，不同的情况下防止这些大的平台能够跟踪儿童。在欧洲大家正在讨论NIST 的一些法案，我们会经常谈到关于DNS 网站和空间。不光是欧洲，我们还应该在网络管理治理上面有新的标准和规则。如果其他的不能够成功的话，非常感谢，感谢所有的参与者。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感谢你们的积极参与，非常盼望近期能够再见面，谢谢。